坐坐坐，快坐，坐呀！你们怎么在一起啊？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改天我再跟你解释。韩俊阳，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聊聊？任叔，你最近怎么样？奶奶有没有欺负你？你奶奶哪能欺负了他呀？他那么厉害。你胡说些什么呀？那天你都看到了，他把你奶奶气成什么样啊？他能吃亏吗？你，他说的没错，你奶奶没有欺负我，只是把我开除了而已。没事，严叔，我一定会让你重回公司的。恐怕你没这个能力吧。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聊聊？别打断我们说话，我时间不多了。严叔，我们一起去度假吧，趁你现在有时间，我包个岛，咱们一起去玩。不是，你今儿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啊？其实我呀，我想你了。切，不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他呢，就是一个跟屁虫，你就当他不存在。跟屁虫。十分钟到了，我们该走了。十分钟？怎么，你是来监视他的吗？没错，我就是来监视他的。以后你们的每一次见面，我都会在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这是你的计策，你就是以这种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你给我闭嘴，少胡说八道的。怕你见到。走了。林叔，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哎，佳佳，不是你们俩叫我来买单啊？开始吧，还等什么？是，现在设计部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海莲娜产品发布会，可是由于负责人黎艳书的离职，导致设计部的方案迟迟定不下来，现在项目进行的比较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离了一个黎艳书，项目就停滞不前了。你这个总监干什么吃的？我们市场部的运营策略和推广计划一直以来都是要根据设计部的这个最终方案来决定的，所以上个月的销售业绩良好，订单量呢也很大，只是咱们跟韩氏中断合作以后啊，有很多的产品现在处于缺货状态，咱们的客户很有意见，希望咱们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海莲娜的发布会，它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咱们下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呀。所以你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怎么不说话？你们都哑巴了吗？我建议让李彦书立刻复职，恢复和韩氏的合作。可以恢复和韩氏的合作，但是李彦书绝对不能复职。董事长，不要再说了。他的位置，我会亲自物色人选。
混蛋，蛋，混蛋，混蛋，我怎么混蛋了？你从一天问你有一件好事，你给我丢脸，丢工作，丢了心。叶舒。